每年一月是美国人口贩卖活动宣传月，人口贩卖活动在美国频繁发生。据报道，美国已有50多个州发生了人口贩卖罪行。人口贩卖是指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，强迫或诱拐他们从事劳动或进行性交易。去年在伊利诺伊州，全美人口贩卖热线接到555起寻求帮助的电话。据该热线统计，有122件人口贩卖案件发生。如果您知道有人需要帮助，请您拨打全美人口热线电话，电话号码是8888-3737-8888。